大家好，我是肖尔蒙，今天要给大家分享一道家常菜蚕豆蛙。首先我们把500克宰杀过的牛蛙斩件，80克泡椒剁碎，60克泡仔姜，末放在上面，最后一步自由，起锅放入少许红油，加入少许的花椒和干辣椒，浇在葱花和蒜末的上面即可，一道非常美味的蚕豆蛙就制作完成。下面开始技术总结。第一，牛蛙要现做花油时再腌制上浆，因为提前腌制时间过长，蛙肉放盐以后水分流失过快，影响口感。第二，爆炒仔姜泡椒时一定要炒出原材料的香味。第三，此菜煮制时间在3分钟以内，时间过长蛙肉口感发柴。蚕豆蛙的技术总结完毕。关注头条号美食厨房西二蒙，这里总有一款你喜欢的菜。